过去两年，香港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，出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大风险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中央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，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，解决香港问题，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，及时让香港由乱向治，完善特区的选举制度，确保爱国者治港。在这个极不容易的过程中，中央坚守对一国两制的初心，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的坚持、对信念的坚定和那份来自共产党制度优势的自信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